好的。好，可以带点手，带点手。哎，好。我有个帽子可以戴，戴一点。啊，对，戴一点，刘海露出来那种。对，好的。搭到后半辈儿就可以了。对，戴一点。嗯。镜头那个好像是那个帽子稍微有一点，哎，很可爱，很可爱。所以后边稍微搭住就行。好嘞。然后我们三个人可以有前后，一个人在前面，一个人站前边，后两个人站后边，原则来往前。好的，小凯和那个千总往中间靠拢一些。好，不要挡他脸啊。对，两个你们两个的手在千总脸上的时候不要挡他的脸啊。好的，千总给我一个嫌弃的表情，别贴我，就这种感觉。你别贴我，就这种反应吗？哎呀！挡脸了，挡脸了，圆子。给，稍微回点头。好的，很好，很好。但我觉得眼睛可以不用挡那么严，是吧？稍微离得近一点，对对。